我们一会儿就是到4点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连牌。从最开始知道我要来50公里桃花坞，我就很想做一个乐队，一个小小的演唱会。我们的一点就是海滩日，可以一天去海边做一个小 concert， 音乐会，就小的演唱会。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舞台，然后就乐队一起唱歌，想让我们更近一点。哦，世界海洋日，我们要请一些有关于海洋的人，有观众。OK， 好好好。如果想去彩排，可以来，先报名一下。来，我们先去彩，现在去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我们俩也想去彩排，可以吗？行，那我就等你们再说。不太好拒绝啊，派派。哎，就是不太好拒绝啊，有时候。拒绝是吗？拒绝就是 say no。啊，不行。爸爸，哎，怎么走啊？是。他们会有车让我们去。我等一下，我。到时候你直接叫我们一下。哎，但是我要不先过去。不是，你先去找个他们。你先去，然后你觉得我们快可以了，我们就出发。可以吧？你就给我们发个消息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个地方要车开车过去是吧，派派？嗯。去了吧。等一下，给我1分钟。派派，你怎么感觉有一些累呀？因为是我要主动做这个项目，那我需要知道每一个细节。好，3、2、1，欢迎大家来到花火启航音乐会。咱们那个开场词，每个人来这，耶耶，大家好，我是，哎，其实可以。你有 comfortable 用吉他吗 ？Elevate 3000在弹。连这直播之前去练习，还是就是练在家里，还是要出去？就是连以后去在那边彩排，就是。Like I need the schedule。从这边上去 ，OK。好难。办个晚会压力也有点大哈。对，有一丢丢，因为好多，这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事情，还是一个大家一起做，但是大家都很忙，所以我也很难就是好好的安排这个事情。你主动点嘛，就是你需要大家做啥，你主动去给他算。我觉得派派确实因为年轻啊。这件事情给他的压力非常的大，他非常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你觉得热就跟我说。不是。哇，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舞台值得期待啊。嗯。没事，对吧？我刚才笑了一下。救命！我以为我就那个你皮头了。头皮。呀。有别人说你的话，你会很在意吗？还行。其实我是这种人，我觉得就是我没做错什么，那就是一个 taste 的问题了。嗯。如果我做错什么，你想骂我，那这个我能理解，就是我 OK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有些时候你是为了得到别人喜欢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些时候是因为你想通过这件事情，其实跟别人产生一种连接或者说沟通。他可以通过你的音乐，他知道你在怎么想，而不是说我做这首歌是为了让你喜欢而做的。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喜欢我们在做的事情，不是说我写这首歌为了你。不是目的，为了让你喜欢我。对。 get。他很好，他会很 care 你，不管你是做好还是做不好，他会很支持你。我很想跟纯君一起唱一首歌。哎，王纯真哥，你要不要听？我不要。那个传君，你来一个。我可以唱汪苏泷的歌。可以啊。哇，我好开心，你要来报名。什么？我太开心了，我都没想到你要来报名。我们可以一起唱这首歌。我回去学一下。真的吗？我们一起唱啊。OK。王晨君，我们四，我们我们加一个。他要跟我一起唱一首歌，我就很开心，我特别开心。我最开始也很惊讶，就是你说
你说你 OK 跟我一个舞台，因为我觉得你就不想。就到后面嘛，大家相处的时间久了，就朋友开始变得慢慢有亲人的那种感觉了，然后帮朋友忙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去干了。陈哥你唱啥啊？唱啥？唱龙哥的歌啊，呼儿惊吓。对，又是你们撕的作品是吧？真的是。呼儿惊吓怎么唱呢？嗨嗨哟，哇哦，还有些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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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表演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得准备好，尽可能的去做到更好一些。行，我们成团了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客气客气。谢谢王师傅。哇，这是你的歌啊？啊，你居然穿西服啊？是派派给我的。不太符合是不是？现在我就是在你在我眼里的认知就只有这个这件衣服加上蓝的。大家这次无论是从妆造还是内容上都是非常的认真的在准备。来，我们来熟悉一下歌吧。好呀，那我们来放音乐吧。听风经过，鸟儿飞过，晨昏在交错。你是我眼中最绚烂的美好的景色。大家真的非常认真，因为有观众了嘛，就是感觉有压力紧张。我不要太紧张。等会儿停停停停停，他那节奏不对了。我不要太紧张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。完了，我刚才懵了，乱了乱了。我不要太紧张，我不要。停停停停，找不着调了。我不要太紧张。我不要太紧张。我不要太紧张。不是，我刚才先。你太紧张了。我真的是不同领域，真的不会。但我觉得，我既然是桃花坞的一员，我就应该去为桃花坞做出贡献。我就想把这个最好的就展示给观众。我不要太紧张。和别人一模样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呼吸呼吸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呼吸。我会有多幸运？累死我了，我是不是气短呀？深呼吸。我一直在猛练这首歌，因为我想有点进步嘛，勤能补拙，再好好练习可能会唱得好听一些。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'm sorry I'm so lonely。 想唱哪家？没理由。哎，找不着调了。咋想唱哪家？忘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咱们先去把找龙哥把那个弄了吧。你让他给咱录一个就行了。还有些不合时宜的温柔都如鲠在喉，旧情人想问是否倔强的不说别走别走。我这儿就不要变了，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根音是个搜。我从这个三连音开始啊。说声感谢，可是你一直在我心脏中间。那个我的音乐是非常非常谨慎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出一定要非常的完美。我们谁都别难受，在眼泪落下之前，我们好好聊聊天。哇，走心之作，走心之作，这个也太好了，好听。你们这，你们这得压轴吧？我得跟派派说，给我们个压轴。你们这必须得压轴，压轴。你们这不压轴，后面新歌首唱，给我们一个。那没的人就是唱了，你们这第一个唱。
这个高潮这一点，我们再拉一点。行，对对，大家都容易急。对，再来吧。行，走吧。我们对音乐方面呢很尊重，我们很珍惜每一个舞台的机会。我们的风格会是青春跟治愈。我们共同完成一个浪漫的节目，希望可以治愈大家，送给他们一片海。